其实我太太这个身体啊，都是因为照顾家，由我很少时间去关心她咧，即身体都会是较为需要照顾的。咁我应该系俾多啲时间照顾佢啦，咁但系因为工作嘅理由，未必做得最好。咁呢个我而家喺未来五年咧，我都希望喺既处理咗工作，亦都应该系尽量关心翻佢呢样嘢。我觉得系必须要做，亦都我觉得每个丈夫都应该做嘅。事实上系因为我将会做嘅工作咧，五年咧系会艰辛嘅。比我屋企嘅時間少嘅，比我太太嘅時間少嘅，始終係覺得係即係虧欠咗家庭，虧欠咗我太太。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我係要盡量去照顧好佢哋嘅。當然實際上邊將來佢會參與幾多係一啲涉及作為行政長官夫人嘅工作咧，亦都係俾佢自己選擇。